虽然是窄裙，可是它也不会说到那种超包臀的，所以那种就是怕说屁股啊或大腿就要有肉肉的女生也不用担心，它这个其实也是蛮修饰身材的。大家看一下哦，它这边是有做三个扣子的这种三排扣，然后这一片呢它是就是那种夹两件那种感觉。这种，然后它其实是里面有内里的，内里是裤子的部分哦，翻一下给大家看，它内里是裤子的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会走光的这个部分。然后它是那个灯芯绒的材质，很舒服的那种灯芯绒，所以现在的天气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太冷，因为它是灯芯绒，很其实还蛮舒服，蛮保暖的。立体式的那种假的那个口袋，所以它这整件是没有口袋的哦，它这边是做假的这种立体式口袋。一个设计感的感觉，穿咖啡，然后我穿黑色，他现在穿杏色。本来是 S 到 L， 刚工厂回我 S 到 XL， 都可以哦，都可以 ，XL 也有，也有正常尺寸，我穿 M。对，我现在是穿 M。好瘦，我看一下，我平常小腹很大，这一件哪有小腹啊？因为我觉得是因为重点是在这个板，对，这个板很心机，超心机的，它直接帮你做了之后，你的那个小腹就会看不到了，嗯，你就会感觉小腹平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是高腰的，对。